来把开印，好久没玩了，搬一下。F 六开印也行，有人搬的话最好 buff 开，打快一点。我们要进化蓝凯的话，这把只能抓中下，蓝色能量，打的远程英雄才有蓝色能量，对吧？我们搞中下就完了。再日个蟹到一波四了，这个惩戒不用打这个小野怪啊，就是打河蟹，不然开印打蟹太慢了。瞎子好像没过来的意思。直接抓下出来。瞎子过来，其实我打不过他。加速一下，坐起来，往回顶，晕他，对，余震伤害没打到，挡一下，哎，感觉刚才不应该走的啊，就直接。有余震的话，补一下余震伤害应该可以杀他，再多一下。不过还行，这波死了没关系啊。这开印前面主要要能量就行了，这个能量的话三分之二了差不多。卡尔玛给他加盾，他自己再加个盾，蛮恶心的，只能抓这个远程了，不能再打近战。我这个能量的话，蓝色跟红色能量差不多，蓝色比红色稍微多一点点应该。再抓一波好了。哎呀，打得好凶啊！没事，他们死了，我去河道。捡个果子，我马上到六，我卡一波六，捡个果子回一下状态了，可以把这两个人全收掉，一到两个兵，这不直接海克斯出来了，够了应该，可能还差一点点，啊就差一点点，这个很难受啊，我随便去打个近战的也行。可以跟他打，够了。
刷个能量好了。哎呦，还差一点，你敢信？就差一点，这太恶心人了，就这么一点点。这瞎子可能去打龙了，我打完谢尔看他还有没在，他应该打龙去了。我拿先锋这样子。不是我这不死了，没关系的。妈的！疾跑闪现，还行，我进化了，可以了。这种局不太好打。这个线上要是劣势比较大的话，这伤害不够秒人的，而且这个中上还有保命技能，感觉我伤害不一定够啊。你看这诺手都无视我了。还有忍者鞋在。我感觉只能抓下子吧，抓这个中上风险太大了，加里奥可以跟我配合一波的。可以秒这卡尔玛的，这卡尔玛比较脆，真的没有大，就说没点蓝也可以杀，给个恶灵打个被动就好了。我伤害不够，先可以把卡尔玛秒了。这个下路反正都很难打。赶紧把这个先锋给他换了，把这先锋开了吧，待会不开的话感觉没机会了。其实这加里奥没必要走，直接替出来好了。这落手过来了，如果有啊可以直接杀瞎子。过去了，蓝够了，这够打一套了。这边没眼，瞎子不在这儿呢，直接把他包了，他队友都不在。这卡尔玛直接放弃他们金克斯了，不过也对，他不走的话，我待会得多杀一个。这加里奥其实不能去抓上的，他们这个中上都是劣势路，这个就是我为什么不去的原因，被对面蹲到就炸了。等吉克斯过来。反蹲比较好，一个一个来，
不能急，而且他们这诺手一定不能在我这个点，不好打了。不过这波回家换个青羽就好打了。这凯隐咬人伤害高归高，但是还是蛮吃装备的。这龙不能再给他们了，我们这个龙得接管一下，现在这个伤害随便秒人的，帮我控一下。最好理想情况下先杀吸血鬼，先把吸血鬼秒了。他们剩下的都是纯 AD 伤害的，卡尔玛可以忽略不计啊。这诺手太肉了，打不死他又给他回血了，赶紧把他杀了。这卡尔玛给他套个盾，太麻烦了，看到没？这一直撞，一直撞，一直回。这个就是我为什么说我们这边劣势不好打，特别他们肥的是一个诺手。刚才这波还没集火秒了，这诺手来的刚刚好。我们刚才火力集中一点，感觉可以把它收掉。他这个要是去上，早就没了。我觉得这个加里奥不去上，那波死了，他节奏不断了，感觉还可以打。这波他这个诺手开始盯我了，人头多没有用啊！有些英雄是互相克制的，就跟你一个很肥的 AD， 然后一般肥的刺客照样可以秒；你很肥的刺客，一般肥的这种战士你也不好打他，因为你一套秒不了，再加上他有回血什么之类的就很麻烦。他要是只是单纯的肉其实还好，但是又肉的伤害又高，然后又回血，你秒不了他就把血加回来。我去把这个蓝青玉买一下了，我们其实可以在抱团打一下的。我们现在想赢的话，得一个理想的团战才行。他要是一个人落单的话，我觉得我们可以集火把他秒了。有一个人能打他一半的血，直接二火他外圈光也出来了，不能上了，不能上了，这波没有配合到就得走。我们这边想杀他的话，比较打配合才行。帮我控制一下他，让我伤害打满，打两个被动就好，没有机会就溜就行了。我们抓机会，我们这边其实比对面更灵活一点。我跟青钢影有突进，家里要大支援，控制到的话女枪补个大，感觉还是挺好赢的，只是我们这边需要配合一下。他们在打了，两个人带下路干嘛呢？对面肯定是看他们 TP 了，为什么要两个人去下呢？有点没看懂，说实话。我们女枪扫个大招，看他踢不踢过来，没事，阻断一下他们。这两个人还在带啊，那会儿要拉我了，没有办法。其实我们有机会的，只是我们这个机会再让给对面。这两个人一杠七，二杠八，黄金搭档，这两个人应该是吵起来了。这个阵容中期很强的，没后期，这会还可以打，拖一会就真打不了了。这个阵容中期其实很给力的，起来的话比对面要给力的，而且对面后期也强不到哪去。我瞬间我就能让对面少一个人的，蓝闪减速一下，抓到了。我们可以直接打团五打四，但我开团的话先秒一个，再吸收一波火力，然后买个霍甲来。
那我们集火之火是可以秒诺手的，只要让他死了，让他回不了血就行了。他们这个前排，他们后排太脆了，我们这边伤害点控比他们多。他们唯一的优势点就是前排比我们要肉，知道吧？而且一秒不了，他就可以无限涌动。这个人打我好痛，我没魔看呢。来来来，这条龙拿了还有机会，来来团跟他们再说一下，这是最后一波的机会了，这个龙丢了就真没了。这波的话我可以瞬间让他们金克斯暴毙，我感觉配合好我可以杀两个，把他们 AD 辅助直接秒了。中单已经暴毙了，来再杀中诺手先刺一下，刀被刮一下刺一下，往前走，可以，来打中诺手给他秒了，可以别给他回上。他们对面这个诺手跟吸血鬼是关键的，你们去打龙，你们去打龙，我追剩下的一个，可以打，可以打。看、啊、这不是可以打吗？为怎么会赢不了打不了的，我们这边中期很强的，就是我们这边在给对面机会，蓝凯碰到这种没有位移的 AD 随便秒，你打团瞬间就少一个人，这个 AD 不过来的话中单过来也行，只要秒他们一个核心的单位就行了。